Show。热情收看我们的 Jackie Show， 耶！哎呀，太开心了！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咱们先介绍他们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们打开话匣子，马上他们连一句话都讲不了了。对，昨天刚刚这个儿子有这个满月之期的薛志胜先生，掌声鼓励。让我们分享一个喜气，对不对？对对对。那么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这个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常公告周知一下，对吧？我们要早知道的话，少说黄金十两这些。对，因为还有那个满四个月的时候，还是要做一次，到时候再公告。哦，没有关系，那个时候人不在国内。对对对。过一次就好了，这当艺人真爱 A， 你知道吗？对呀，你们小郭结婚还刻意要结两次，对，听说第三次现在在酝酿。对呀，他已经在计划了，一边在结婚，一边已经在印下一次的喜酒。对呀，就 combo， 就 combo。那我们在演艺圈里面还是有清纯的啦，哎，还是有好的朋友啦，对不对？在我们圈内受到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朋友，来欢迎我们康康啊，欢迎健哥。不错不错，今天一开始啊，几位漂亮女生就出来了，资讯展的小姐哦，哎呦，资讯展的小姐她们也能够有发展了，听说还马上就要出唱片了，对对对，我的看到贵公大腿啊，啊，就贵公大腿啊，注意了，欢迎我们 Lip Z。宪哥，慧仁，诺诺，两位特别来宾，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太开心了，看到你们又看到诺诺在这里，南台湾小姑娘，不要再装了。因为这个感觉啊，台湾的少女团队还蛮多的。过去来讲有那个南台湾小姑娘 ，One Two Three Four， 切啦切啦。过来，你们这个也是这样的概念组成的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是比较前卫国语唱片嘛，比较前卫。这样的意思说台语唱片就比较 local 了？哎，不是，台语唱片本来就是比较 local 的。不是他讲前卫啊，来讲啊，对啊，对啊，对啊，那 local 没有什么不好，像我们就有一个本土的 local key 啊，对，不错，大伯啊，这个。那我想呢，三位的组成啊，应该好好的这个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第一位来。大家好，我是 VIP 的 Easy 小姨。那我们是参加由黄子佼一起合办的《港芭蕾美战士》，那我们是选十位美战士再挑选出来的。哦，真的，你们是这个几位长得很漂亮，选了十位之后再选三位出来。哦，那真的算是这个万中选一了。第二一位介绍自己。嗨，大家好，我是 Zip 的露露。露露，第三位介绍。嗨，大家好，我是 Z 城的 Ico 小文，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耶，来，掌声鼓励一下。小姐，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你们本身有参加资讯展是吧？我们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是我们前阵子有代言一个百余网站，对，代言人网站的代言，对，代言人。那你们对电脑有了解吗？初步蛮了解，本身有没有上过网？有。那有没有上过？都有上过的。我们公司规定要每天要去上网。那你们上网是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距离看那个色情网站。没有。他们是这个，你们的团名是英文团名，其实你们可以取一个比较。哦，这个比较本土的熟人，对对 ，local 他叫小姨，小姨，他叫嘟嘟，他叫小文，小文，你换个位置，换个位置，暂停，你看，哦，就取第一个名字就好，就是卢潇潇，没有礼貌，卢潇潇，对呀，那人家有三个人，应该是叫卢沙小，啊，对，多恐怖啊！来，换回来，原来位置，原来位置。不要理他们，他都会乱跟人家乱改团名。回来以后就变成小卢小。其实宪哥有比较好的团名吗？有啊，没有。我问，其实啊，像我一个朋友，他姓简，有没有？我帮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也生了一个小孩呢，叫简正义。我说
感觉怪怪的，正义对呀、啊，怎么简德虎啊？后来我把它改个名字，大家都记得，到现在忘不了啊。简红点，哎，来来，广告，哎，简红点啊，到底啊，对不对？那也不错嘛。所以你们三位啊，希望呢这个。除了网络的代言之外，也能够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嗯，谢谢。好，加油。那你们三位看这身装扮，就知道要来表演一段的歌舞了。对，我们的主打歌叫什么歌？叫什么歌？超越时空。超越时空，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好，来，掌声。这种感觉就不错了。对，接着下来呢，我哎，你干什么啊？不是，你这个人在番邦心在汉，你还想跟着人家去了？我们接着下来要介绍的是车展。嗯，大家有没有看过车展？有。对对，讲一下车展小姐，我就小薛对车子啊，对是最了解的。对对，其实我喜欢看车展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车展小姐，我喜欢赛车的原因因为有 Team Girl。哇。Team Girl就是有没有穿得很短，对对对，不管温度是几度，在那里摇旗呐。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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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开跑前的时候最刺激，为什么？开跑前一分钟。然后拿牌子过去，而且穿前30秒穿的比基尼，手一举，车展小姐来了。他们是专门在车展里面啊，就说让客人呢赏心悦目的一个团队组合，增加车展的可看性。没错没错，我马上来欢迎三位漂亮的车展小姐。哎呦，这什么2号？哎呦呦，许润婷小姐，哎呦，3号，哎，哇，哎呦呦呦，哦，来，三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爱玲。哎，你好你好，这是稍微把这个身家履历啊介绍清楚一点。不好吧？啊，没关系啊，34A 有什么不好的？不自己介绍，我们就讲喽，好不好？来自己介绍，姐姐。34、34、35。不是你今天穿这样，不是好像来这个车展小姐，好秀，工地秀里面。对啊，首先再来一首《热线你喊我》。看到这种就会想到热线。对啊。来来来，那你讲一下，你有没有在车展当中发生什么样的糗事，或者比较好玩的事情，有没有？有啊，像主持人，因为他主持了6场，会觉得很累，然后会到最后会松懈，然后会讲说或是会结巴，就是说，譬如说像他讲无忧无虑的时候，就讲无忧无虑，然后会大家会哄堂大笑，这样会结巴，这么不好笑的一个笑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目前有没有男朋友？没有。没有是吧？他没有就讲没有，干嘛那么龟毛呢？真是。那要想一下，那有没有在车展里面遇到一些骚扰之类的？有没有过？没有哎。没有啊。对，因为都会帮人家会帮我们挡掉。
真的，哎，你要不要看那边那个薛志正那个人有没有曾经出现在你们车站骚扰过？对啊，对啊，对啊，看你勇敢的讲出来没关系。你要骚扰车展小姐很难，对，很难。为什么？怎么会呢？像他们的话，一起来啊。对，因为像他们的话，一定是在车旁边，然后就是展览啊。不会啊，打开车门什么什么什么，只有什么情形之下可以骚扰呢？开放参观的时候哦，那民众才能过去看看车。哎，那那个小姐，请问一下，那那个方向盘哈，还有那个仪表板哈。喂。就下手了，对啊，那是你功力不好。上次刚刚去看那个车展啊，那小姐不是在那边展示吗？还开车门啊，关车门，然后刚刚就，嘿，嘿，然后那小姐一关车门，就裙子被卡住了。哪有人？这裙子夹在那上，对啊，车门上。是啊，害得我还买了一部 Porsche。好，第二位介绍一下，李蔚琳小姐。嗨，你好。今年贵庚？21岁。我想问你的三围，就是我们不礼貌了。我讲就不要问，那你，你都是，他都是展示什么样的车子？中华德利卡德利卡那一种的是，载卡都那一种的，什么意思？拖拉库，因为有的人的型啊会配合这个车种不一样嘛，而且他一边介绍一边摇鞭啊，哎，就很巧，哎呀，载卡都，他这有可能动不完，我跟你讲，这种车哦，你一送吼，哎，并不要叫停停。一个车展下来可以赚多少钱？一个展下来6位数吧。个十百千万十万，哦，这么好赚哦！这么好赚哦！真的好，真的好赚，当然是。那有没有这个厂商啊或老板呢会邀约你们去吃饭，然后干嘛这样？没有这种情况，一号应该有吧？没有啦，没有是吧？奇怪，怎么今天这几个车展小姐很内向，有没有？乖乖女这样。三号就不一样喽。装扮就感觉好像是西部，这一看就知道是卖马车的。哎，对对对。哎，对，马，真是，骑马也不会骑，注意，预备，没有在。来，三位来做一次骑马动作，预备，预备，预备，骑马，预备，起，开始。不是啊，你们这三个都一直不理我们。他长得又像老外，有没有？对，对对对。为什么会做这身装扮呢？你们卖的是什么牌子的车啊？欧香咖啡。我们是表演炸鸡。男生表演炸鸡。炸哦，就一锅油，然后你哎要表演啦。对啊，自己。像话吗？哪有这个样？他是炸鸡。哦，炸鸡啊，炸鸡，炸鸡，嗯。哦，是穿这样倒立吗？我觉得蛮特别的，为什么就车展就车展，干嘛把自己弄得跟马戏团一样呢？为什么？你能不能做一个解释？客人的要求啊。哦，客人要求你。人客要求。人客要求。名字都还没介绍。我来唱着一首的情歌。那么你本身呢？这个车展是做了几年？乖，爸爸在主持节目哈。来来来，你这个车展有多久的时间了？就今年而已。哦，今年第一次展。那你觉得这个行业你会继续走下去吗？就是说这也是 model 的一个工作之一嘛，是不是啊？你是专业的 model 吗？啊，是很内向。今天这三位都很内向，对不对？不会，是因为他都用眼睛在回答你问题，你要看他的眼睛。真的吗？啊，真的。我跟你讲，我们专门治疗这种内向的，好不好？你们三位跟着我们一起做动作，好吧？阿辉带动一下，来来来，中国一定强，预备。这样好了，两位来宾，你们各问一道问题。来，来，薛志正先。好，我先啊。那我想请问一下三位小姐，那你们都在车展展览过，对不对？那都负责？车展不是车展，车展是要挂哨子。好，来来，把过来，来联系到，联系到，来，必须过来，过来，过来。车展跟车
科长，那差那么多。小心跟他昨天儿子满月宿醉，你讲话。那想请问一下三位小姐，各展览什么车子？哦，它的性能什么？就是来一段介绍。哎，来这样介绍。对对对。这个可以吗？会不会困难？会困难，因为我是在跳舞的。那就跳舞吧，那就跳舞好了，那就跳舞好了。不要啦，那就跳一下。没有。对呀，你啊，真是搞老半天，搞了半天，他不是，他是负责跳舞，多糟糕！我们访问老半天，他最后才讲出来他是 dancer， 哦，真的，第二位搞不好是福利社卖便当哦，车展里面，那么你是真正做什么的？讲清楚，说明白，幸福跟着来。没有，因为我们说话的话都是主持人去说，然后我们负责展示。你们是不是配合主持人说话的那个 timing， 然后展，比如讲到车门，你们展示到车门。摸到这边，对对对，哦，真的，哦，对的，他们就想，哎，这是车头灯，然后那把哦，车头灯，雨刷的部分有两只，轮子非常凑巧有四颗哦，哎，你看这大概就是去比一下这样，那主持人讲一下嘛，让他们来比，对呀，真是，那小薛哥你当车好了 ，NONO 当车他比较像，可是德利卡在车展没什么好展的。不，车没有这样子的，车要正面躺下来，正面这样。对呀，啊，对呀，啊，才有四个轮胎。喂，像话吗？真是没礼貌。你们这边主持人真是，好了，起码也要给特别来宾一些机会嘛。你注意啊，你要开始介绍了啊，哦！来 ，NONO， 请啊。好，各位亲爱的现场来宾朋友，为您介绍这部新款式金龟车。那么现在介绍是它车头灯的部分，你可以打开它的车门，往里面看，你可以坐进来看看。由我们展示小姐坐到车子里面为大家介绍。现在在右手边是它的排挡杆，不是那个位置，往下，请把它排到一档的位置。对不起，那是刹车。哇，掌声鼓励！哎，胖哥。我的工作大概就这样介绍了，那三套我们就匪夷所思了。你真正的工作是跟这位一样哦，其实你也是跳舞的。对，好，那既然这样，来，跳跳跳跳跳跳不为难人家，好不好？那车展三位真的有够对啊，你们可能不能出糗哎，对不对？你们对车子还是要有一些了解的。来，我们就马上考验一下了。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啊？这边呢是总共有六部车，那么就我们的艾琳先来好了。啊，艾琳，我指出来你就告诉我这一部是什么车，这一部是什么？车子跑车。林宝杰尼。林宝杰尼，对，林宝杰尼，马力530匹马力，极速可以到达315公里，有没有看到？先看他的 mark， 神经，哇，撕下来跟梅斯一样看不到，呆波罗，这是魔鬼的意思 ，GT， 好不好？那这一部是什么？那一部是法拉利，法拉利，什么型号？不晓得耶。360。360。对了，550啊，没看清楚，我以为会弄新车来的，是旧的550。好，来下一位，是什么？什么车？跑车啊。对，这是会跑的车，没错。对对，好聪明啊，没有猜摩托车。对啊，好厉害厉害。好，我们看看，这个是比较难的了 ，Lotus。那个莲花跑车，好了，来该你，这个什么车？保时捷 911。很漂亮的车子哦。好，那这一部是什么？我不认识他。玛莎拉蒂。玛莎拉蒂。玛莎拉蒂，哇，这个车很厉害的。注意哦，
玛莎拉蒂3200GT， 这没看过。MG 哦 ，MG， 这部车大概是100万左右就买到。对对对 ，Rover MGF。所以今天你们这三位车展小姐啊，让我们真是刮目相看了。舞也跳得不好，也不会唱歌，对车子也不了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请问什么最容易被砸？哦，什么牌子的？是不是？对，还用问吗？那还用问吗？宾士车啊，宾士车，保时捷啊，保时捷啊，保时捷，911比较会的，那就像罗百吉嘛，喜欢干什么？台湾嘛，那是 Boxster， 那是啊，对啊，那到底什么车？什么车？我就是不知道，我们在询问问你。真的吗？你知道吗？当然知道了。啊，是什么车 ？BMW 啊？为什么？为什么 ？Broken my window 啊！人家都喜欢哦 ，BMW 的 Broken My Window， 对嘛啊，好好好，谢谢三位这个漂亮的这个车展小姐，掌声再给他们鼓励，谢谢。我们今天一口气要介绍好多的这个小姐了，对，再来是啤酒的促销小姐，好吧，来，请热情掌声欢迎他们三位，吴佩珊。一位叫做是陈孝萱，哎呦，咋真的有点像孝孝萱姐，好像，哎呦哎呦，画面比较像，画面比较像，听听看讲话像不像，讲话像不像，来来，嗯 ，Jackie 你。叫什么大名？大家好，我叫吴佩珊。哎，吴佩珊，哎呦，好像，声音也像吧？真的，再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资料。我们这促销活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然后陈孝萱呢是我姐姐。是姐姐吗？哎，怎么连声音也那么像啊？三位是33、24，还有36。哦，是是是，那目前是20来岁了啊，担任这个啤酒促销小姐，有几年的工作？哦。担任促销活动有3年的时间哦，真的很像哎，来这边，你们来问一下，我们睹物思人，袭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留黄鹤。小羡羡在一次的脱垂当中，哇！不要再提那一档事了，好吧？辈分为力量，对对，一定要挖粪图强，对对对。那么，目前来讲有没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怎么会呢？那么也再次证明小弟的事业找到第二春，已经找到一颗 UB 蛋，就是备胎的。我以为蛮好，拜托，不能这样子。我跟你，如果你去喜欢一个人，是因为他有谁的影子去喜欢他，这样对他是不公平。对对对对，对不对？对，懂不懂？人家为了喜欢而喜欢。对呀对呀，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的。当时为什么进入到这个啤酒的促销界？啤酒的促销业是因为促销，是好像哦吗？你卖过公会啊？对，好像。你一直讲话。讲话来讲话。给乌鹏你的气量。哎，你会因为跟他长得很像，然后有机会，比如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啊，然后从此大红特红，一天赚100多万，然后一年赚3亿多，哎呦，然后到最后10年就赚30几亿，到最后变成台湾非常厉害的企业家。这叫卖牛奶的小女孩，有没有？哦，牛奶呢，端在头上去卖，哦，把牛奶卖掉可以换鸡，鸡卖掉可以换羊，羊换掉可以卖牛，结果一跌倒，牛奶翻了。这都是你的白日梦，我们都还没有问问这个吴小姐啊，对对，你介意有闹过这么多绯闻的男主角是你的男朋友吗？对，这个就要看缘分喽。小叮当加油哦！这样很可爱的讲一下，一边啊，对着宪哥讲，一边也气。小叮当加油！话题又不一样，好好好，赶快回来。好好好，那么不能一味访问那么久了，对不对？嗯，家住在北部。对对对。
也有点，叫什么大名？大家好，我叫陈金玉。我陈金玉，好。那么出啤酒促销是很好的一个行业。第三位叫做。不要浪费时间。第三位叫做张馨雅。张馨雅，今年22岁。对，是三维，不是很重要，我们也不要提。好，谢谢这两位，我们先去休息。要一起访，要一起访问。那么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进入到啤酒的促销业？因为下班的时候，那就是同事都跟男朋友去约会了。是是。那我就没有。会约，所以呢就想说打发时间哦，然后我就就因缘机会进入了促销业这样。哦，就顺便，那你们一般工作场合是在什么地方？你们俩干什么？他说什么型的卖什么车，什么型的卖什么酒，一公斤的一定是卖我咖啡。讲人像话吧，是。那么五加皮，五加皮一瓶卖多少钱？它不是我的促销范围，不是你的范围，是。那第三位，奥利达皮，乱讲人家。你知道您的啤酒的代言人是谁吗？吴念真，对对，每一个人对那啤酒要了解，他们是卖那个，麒麟一级棒秘鲁，对，是是是，但烈酒来讲最好喝的还是红牌威士忌 ，Johnny Walker， 对对对对对，不讲理啊，讨厌东西认真点，我有订单哦，对对对，好，那么三位有没有，因为你们卖的是啤酒，有没有人借酒装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是想把你们啊，或者什么之类，有没有一号才有可能遇到这种状况？吴家皮也有啊，也有啊，毛做帮模呀，做帮球也好，帮忙先接啊，还有太极劳工。不是问题不一样，先问一号，你们不要这么激动嘛。但是有啦，像我们这么年轻、活泼、美丽、大方的，但是有一些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啊，画面上像啊，讲话声音都像哦。所以啊，世上的人儿这样多。对呀，对不对？不要再难过了，振作，加油，小叮当，加油，小叮当，加油。画，哎，继续介绍。那遇到有人骚扰怎么办？有人骚扰的话，就要用我们的智慧。我们不只会卖酒，我们还有很高等的智慧。那他如果说就说对你啊，小姐啊，能不能你好啊？那我买你的酒，但是你把电话号码给我，你会不会给？可以啊，当然是可以咯，但是呢，一打九一个号码，那目前就一个字啊。对，一个数。而且呢，你还给他国外、海外再转接回台。0286，已经喝到人半醉了，已经00286而已。就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啊，所以他们 EQ 应该能力都很高啊，除了 EQ 能力 ，EQ 的智商。你一个月可以卖多少的酒？一个月的酒，主要来说的话，看店家的销售量。是是是是，生意，店家的生意。哦，这一家你负责，但是他的营业额就算在你身上就对了。没有算在我身上，算在店家身上。哦，那一号成效？不是，喂。吴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你就是像他们一样，就是下了班之后没有人约会才去兼差这样一个工作，还是说你本来就在做这个工作？本来就在。我本来是白天有工作，然后晚上想说再兼差。那现在呢？现在也是这样子，对不对？现在目前的话，白天在等通知。等通知啊？那想请问一下三位小姐，等一下，等什么通知啊？对啊，通知通告嘛，对呀，等什么通告啊？是。等什么通知啊？等谁通知？还是等男性的？也可以了。等什么通知？等什么通知？等我应征工作的通知。对吧？那你现在晚上大概都在哪些地方？先给我帮你先问了。哎呀，猪头啊，都不见得。都在什么地方？餐厅或者是 pub。餐厅或者 pub。有没有在修比都啊卖过？还是恶魔岛？对对对。有在修比都啊附近卖过咯。恶魔岛没有啊？恶魔岛没有了。恶魔岛又难又贵，然后还要等。
你是钻戒，对对对，跟正经的讲话最像。对对啦，一个耍三八，哇，又更像了。对，好像，跟我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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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娘花不错了，那就干脆到恶魔岛上班算了。对啊，对啊，对啊，搞不好有人特别为了去看你，然后到中线参与。对啊，对啊，哎，新哥好点子吧？好点子，像环球影城有没有？他们都会找一些跟那种已经已故的巨星有没有？在。像你的话，如果业绩很不好的时候，老板会不会对你怎么样？业绩很不好的话，我们还是会很尽职的去促销这样子。所以我们也看到，对啊，一直开人家玩笑。其实他当中啊，搞不好是他的业绩是最好的。其实因为他比较亲和力。哎，真的吗？真的。他是最有亲和力。一个月可以卖多少的啤酒？一个月算不出来，太多了。但你是他们三位当中，你奖金领的最多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奖金都发的差不多，因为我们本身我们促销小姐每一位都很优秀。是，我觉得先我知道他为什么卖的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很亲切，而且他一到客人看到他，好了，金杯杯和金罩啊。神经病人，就讲好不讲出来，你还讲出来？有没有酒客骚扰你？有啊，很多都会跟你要电话啊什么的。你会不会给或干嘛？一样啊，开一打。一个号码，你下次一打就一个号码，下次给他公卖局电话嘛？没有没有没有，直接打去叫比较快，直接送来叫大盘价，对对对，艾特喂，哎，你可以跟他讲啊，先生，哦，前面那一位是要买一打给一个号码，对，你是买一打拖一件。哦，我们客人这样无理的要求或怎么样？就跟他说，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这么廉价啊，卖酒不卖身啊。对，今天哥哥不在家，我们不卖酒。想不到客来到，对，哇，不错。所以我们今天了解到这个行业了。那对自己的酒，如果说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是不行的。现场要来促销一下，比如说我是酒客啦，那我在这里喝酒，你来跟我促销啊，开始。先生您好，我们今天有做活动，那请问您是要喝果汁还是要喝啤酒？买六箱。没介绍你，是这样啊。好，继续。这更加公平了。那这个酒好喝吗？这酒很好喝啊，而且我们还有送赠品，主要是这个酒很好喝。我们今天刚好又在这边做活动，但又有赠品可以拿，那何乐而不为嘞？一举二得。一举两得还是二得？两得。好，一举二得。那我还是买六箱了。好，买六箱。有，太好了，掌声给你，掌声。这是比较好的客人，对对。那有时候遇到奥客，来奥客，奥客那个奥客 ，no， 哇，哦，吴家品。我跟你讲，先我留一点口德哈。先我初当的看开就好你啊哈，来。哇，真是欧克，欧克哥哥，你好。啊，讲台语啦，讲国语听无啊？哎呀，都下班了。都下班哦，啊，你敢有啉水啊？无啊，无啉酒啊，哪有啉酒？哎呀，你怎？啊，你怎？我是促销小姐，你口香糖我买两条啊。是啦。促销，促销你什么？促销啤酒。促销啤酒。对呀，你讲没叫上班了？讲没叫？不是，不是哦。我伫酒厂上班。多一间诶。体令。哦，这样蛮酷哦，我看卖去。对对对。哦，要看清楚嘛。哦，有看。有啊。哦，先来看嘛。啊，你刚看来的。啊。你目睭安怎看？目睭安尼看诶。哦。讲重点。哦。我今仔日
促销啤酒。这啤酒。嘿，这啤酒。好，明白明白。这不是我搞的。我有我的幸运，你知无？什么幸运？我得你，我的水。啊。什么？诶，学校，诶。哦，学校在很远的地方。对对对对对。离你很久了，我知道。哎，你是要美酒哦？你敢三个？我是无耐心，我你讲哦。快拍人，我你少少拍人哦。刚才你是空服员，我你讲哦。看不下去，最后也没有买，就这样。对对对对，会遇到这种不错，人家真的是很有耐心，可是他是很用心在买。对呀，好了，我就真的买一瓶了，好不好？谢谢。那我另外会再送你一瓶。真的吗？对，买一瓶送一瓶哈。对，因为你碰到我，所以今天刚好送你一瓶。真的吗？对。哎呦，哎呦，好像不错，很真心真情的，有没有？所以这个下次哦，客人就会再主动找他买酒。对对，因为有买一送一嘛，相当不错。对对对，谢谢你，谢谢。哦，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哦。上这位算是听拢无的，好吧？预备开始。奥利桑，奥利桑，啊，你好。哎，奥利桑，手刹车要扭起来啊！哎呀，你都徛在在啊，你有无？好，在。奥利桑，我赶紧。你徛好吼。徛好，安那。我赶紧在啤酒嘿做促销。啊，安那。买一送一哦，嘿，机会难得，嘿，对对对。这款秘鲁我唔捌看过。你那是这款呐？啊，天哪！嘿，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啊！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哦。喂，超一的，掌声鼓励一下。遇到这种状况啊，其实他们几位都真的是蛮杰出的，哎哎哎，对对对，其实我们故意演烂一点，让第一位恩客感觉好一点。对对对，用心很厉害。好，那么啊，来，我们就来做个游戏了哈。来来，注意，他们自己卖的啤酒，自己如果喝不出来啊，那根本就是糟糕了。有一个来喝喝看，告诉我们这一罐是什么，那一罐是什么。哎，不能看，换一个。哎，你不要喝太大口，喝到第三罐就砰，醉在那里。哎，你们吸起来要整个离开，不可以再吐回去。哎呀，这角度好像啊。要记住哦，要记住哦。哎哎哎，吐下去，像话吗？再一口，再一口，再一口。那吸完还吐回去？好，可以可以可以。好，第四罐，连喝醉的样子都很像。对呀，谢哥赶快，他洗过了，快点。不要啦，连喝醉的样子都很像，还跌倒，有没有？还跌倒，还整个人翻过去。第二罐，哦，嗯，对，品酒。有执照的哦，好，可以吗？好，好，来，可以写，可以写，还写下来，大家不要互相参考了，对，自己写自己的啊，对，快写，自己写自己的啊。对对对，来，哎，倩云也来喝一下，来来，你喝一喝，你好，告诉我们哪一瓶是什么？是什么？他一定知道的。八度 S 好像，应该是八度 S， 刚才写好。好，第二瓶。哇，妈，你快几罐蜜露？下一罐。哎，这一罐啊。这应该是台啤第三瓶，对不对 ？Killing 应该是这瓶吧？真的吗？对，这应该是他们。好的，来来来来，我们现在试一下，我猜四号。对，这一罐。你想踢笑哟？哦，就喷火了。好，那么这四瓶当中，你觉得哪一瓶是四号？这个，嗯，对，好，是啊，你也觉得四号？对，好，所以你们都觉得是四号是吧？好，好，看看你的答案是什么？四号，你的答案也是四号。四号，一号是什么呢？哦 ，Sapporo， 这个也是很好喝的啤酒啊。嗯，也蛮好喝的。哦，哎，答对了，台啤三号，二号台啤。这个是我们倩云小姐觉得印象深刻。哎，阿萨希，阿萨希，朝日啤酒，怪不得。
恭喜答对了。所以他们你们的酒量基本上也应该是还不错，对不对？我们卖酒基本上不喝酒，不喝酒，但不能喝了。客人要跟你喝，你说你喝一杯，我就买你的酒，你能不能喝？啊，我们会告诉他说，我卖你酒跟我陪你喝酒价钱是不一样的。哦，哦，对的。那陪酒的话多少钱呢？那客人如果对啊提出来说，那陪我喝是多少钱？陪我喝嘛。对啊。那我要跟公司申报，那你要稍等一下。还要公司申报啊？哦，要不要写劳务报酬单？所以他们都有应对进退的一套法则了，相当不错啊！再次热情掌声，要谢谢他们两位。最后再讲一次那个小叮当加油，对对对对对，记一点，对对对，然后记一点，对的，对的，宪哥讲，对的，宪哥讲，很真心的，用感情讲，开始，讲不出来，好，讲不出来，好宪哥，这个等一下，好了好了，哎，对对对，没有没有，开开玩笑，大家不要见怪了，好不好？不过今天玩得非常开心，让大家也看到真正的。有很多不一样行业的这个职业妇女，她们也是奉献她们的能力，奉献她们的劳力。吴嘉比要加油啊！他要加油，吴嘉比要加油。不要说人家气，吴嘉比加油啊！一边啊，小一样。吴嘉比吗？代言别的酒，你小叮当加油，这样一边气。小叮当加油！你这酒精浓度太浓了，是啊，谢谢谢谢。好，再次谢谢他们三位，也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